同时针对嘉义县新设置的项目管理自治条例草案，嘉义县市地事业协会人员认为版本太过严格，但是采取着同严格的环保措施，恐惊只有财团大企业才有能力来负担。嘉义县议会十二号进行临时会，会长针对新设置跳步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进行审议。新条文新版本第四条第五款当中，说明跳步场依照其申请类型设置下列设施：距离房舍五百公尺以上，距离学校甲病院一千公尺以上。若是业者设置更严格标准设施，距离会当降到距离房舍顶三百公尺以上，距离学校也就是病院五百公尺以上。对此，嘉义县市地事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宏兴表示，嘉义县是农业大县，畜产业是重要的产业，应该比较其他县市订定三百公尺以上的标准就会当。真济咱嘉义县的县民吼，是靠这个农业在生存，吼，靠农业在生存，并不是讲啊，你规个这个牧场拢甲禁了了，啊，咱嘉义县要做啥？啊，咱都规起，咱来做一个迄落啦，我来像迄个台北市安尼啦，拢来做这个商业区啦，工业啊，唔免工业啦，拢商业区啦，大家拢来做生意啦。咱袂使安尼一啦，爱让咱这家的国民会当生存，爱适当的开放。我并不是讲反对讲拢袂使讲拢禁止安怎，但是爱适当的开放。你今仔日定这个案就对啦，所有大家即马拢袂当请一啦。敢讲安尼讲啦，吼！我以我迄个嘉义县的咱这个养殖事业发展协会这个会，这个理事长的新闻，来直接来做一个诉求安尼啊。张宏兴认为，新版本的规定太过严格，会当讲已经无法度再设置新的跳步场。若是要设置上严格环保设施，恐惊只有财团大企业才有能力负担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。